苹果树的53岁了。有一次指挥的指挥的不在，我没法，我才上去，这才学指挥。那才是，我出去一场，别人都喜欢。我在家里自己编的，照着那个我们家一个大衣柜，一个大镜子，照着那个镜子是自己编的。平常吧，一个月做个，7-8个、10个，是五一、国庆节、过年这个就多了。主要是也热闹，也锻炼身体。我在家里一直这么想，大家都乐才显乐的。